下来有请第二大同盟的推荐人李承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是李承铉。什么叫你又是李承铉？又是我李承铉。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台本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用拼音写出来的。其实我们看拼音都很溜，但我都没有办法说跟他比。他说他一直看了13年的拼音。是的，我跟我老婆谈恋爱也是用拼音谈的。太可爱了。